你没必要这样，谁都知道顾彦真就是拿你消遣，拿你逗乐呢。过个生日而已嘛，啊？谁说的？我刚在那排队，他们还说我。顾彦真，王八蛋！昨天晚上没回来算他识相，要是被我逮到他，可不打爆他的头！梁晨，他那人就那样，爱开玩笑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 就是，我看不一定吧。梁晨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换个房间吧。也不至于换房间吧。反正我言居于此，如果将来出了什么事儿呢，别怪我提前没跟你说啊。哟，顾大少来了呀！哎，梁晨，坐。哦哦哦。 哎呀，凉凉！<笑>谢良辰，谢良辰，等等我，站住！放手！还生气啊？是你逼我这么做的，你不管我怎么对你好都没有反应。 那我只能这样子先把你留下来，我怕别人跟我抢嘛。你怎么能做这么离谱的事情啊？离谱吗？我跟我喜欢的女人表白而已。可是别人不知道啊，他们会以为我是那个。我管别人怎么想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不就行了吗？大少爷，你可以不在意，可我不行。我什么情况你根本不知道，我不想引人注目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被开除喽。 别人的理想在你眼里就那么不重要吗？喂，我开玩笑的。这根本就是借口，你明明就是喜欢沈君山。我喜欢谁跟你没关系。君山，你回来了。干嘛？ 走，哎，别推我，神经了你！哎，这次考试听说是吕教官亲自监考，不会吧？消息十分可靠哦。梁晨，你把笔记借给我。不借，我都要给沈君山。啊？为啥啊？人家是生病没来上课，你呢是不明原因逃课。 性质不一样，我不能纵容你。鉴于你最近有这么多事瞒着我，我得让你受点教训。那你也不用这样吧。你要想用的话，可以问他借啊。你干什么？我可以坐这儿吗？你想坐就坐呗。 刚刚在聊什么？我问梁晨借笔记，他不肯借给我，说给你留着呢。是吗？你最近不是没来上课吗？我也没来上课。有人让你不来上课了吗？你也受伤了？你伤怎么样了？基本痊愈了。那就好。 谢老师，你脚没事吧？嗯，他就这么走了？他怕我。
你干嘛不吃啊？看着你吃，我就饱了呀。哦，顾远征，你干嘛？ 喜欢吗？好看，好看就好。好看，我给你多飞一点。我接到了，我的笔记，顾远征，你死定了！好，别让我抓到你。 好了，不玩了，别不开心了，不玩了。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嘛，来嘛，啊，谢安辰。 顾远征把我的笔记都拿去折纸飞机了，我找了好久，就找到这些，还缺了好多。我真的找了很久，就只找到这些。你说话不算话呀？那我明天再找找，我先给你放桌上。 这样吧，啊，笔记的事就算了。你替我上药，将功抵罪吧。把门关了。哦，你的伤不是好了吗？除疤的药。你还怕留疤呀？我是没作为。 但我怕以后的太太觉得有疤太丑了。你想得真远。